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的这期视频终于要为大家带来乐高拼装系列。今天我必须要让我拼的那个模型插一次队。那么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终极无敌悟空小侠系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这个是乐高有史以来首个中国英雄 IP， 之前做过什么钢铁侠呀，什么蝙蝠侠呀，好多好多啊，唯独就没有中国的超级英雄。这次他来了，融入了西游记里面的人物。我觉得这个中国元素是吧，插个队应该没事吧，起码不过分，打在公屏上，因为真的是太有纪念意义。我之前拼这个土星五号的时候，我就说过，什么时候乐高如果他出一款长征系列火箭，我立马就去买。但是那个火箭啊，我是没等到，但是等来了另外一个中国元素的东西。这一次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好苗子吧。我相信今后吧，肯定会有更多更多的中国的元素会被涉及到乐高当中去的。给你看一下，我这次拼的呢，分别是这个齐天大圣黄金机甲和这个牛魔王烈火机甲这么两款。因为它同系列的还出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啊，但我呢最喜欢这两款。先给大家取个名好吧，超级爆炸无敌风火轮首个中国英雄 IP 火九剑，热烈鼓掌，狂拽后旋齐天大圣黄金机甲，和这个终极牛掰原地起飞无敌风火龙霹雳闪电烈焰战车牛魔王烈火机甲，就这两个模型吧，每个也就1000多片啊。以我的这个专业能力和我这个拼装速度，对吧，我感觉我拼起来吧应该也是不会超过10分钟的啊。如果我超过了10分钟，我直接把这个孙悟空的这个头安好。OK， 那么我先直接拼吧，拼完之后我们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那么我们 music 起。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拼牛魔王第二个啊。忒帅了点吧，它的配色是这种黑紫色，然后这个齐天大圣它的配色是这种红金色。哇，真的这两个拼完我都不舍得给它装柜，就桌子上左边右边各放一个，真的无敌。我别的就不说了，就看这个站姿啊，男人的浪漫就是这种机甲啊。再看这个齐天大圣这个机甲啊，拼完之后真的惊艳到我了。它是那种京剧风格和那种硬核科幻风格的一个结合版，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它很违和，它也算是一个非常乐高的一个模型，有点像那种环太平洋那种感觉，有没有？还有这个金箍棒，这个金箍棒实打实一根这么长一根，还有它上面那个触须，后面那个旗子上面还有那种流苏挂下来。乐高这次吧，他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去还原西游记里面的人物。为什么星球大战系列做了这么好，因为星球大战本来就是什么钢铁机甲星球非常有棱角的东西，而想到西游记呢，我们首先会想到什么妖魔鬼怪这些人啊动物啊之类的。就如果乐高把这些软绵绵的这些人啊动物啊妖魔鬼怪啊完全还原成一模一样的样子，那拼出来的话肯定会是特别奇怪的。还为什么乐高他这个动物系列做了这么少啊，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这个原因。你看乐高有很多机械组的模型，对吧，飞船啊，火箭啊，汽车啊，还有一些建筑啊，都是非常硬朗非常有棱角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如果要把西游记这个 IP 做成乐高的话，做成这种类机甲的，然后又结合了中国风那些元素在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吧，这两款模型还是还原的很好的。然后它除了这种大机甲之外呢，还有这种孙悟空做了筋斗云的人仔，然后这个铁扇公主啊拿着一个芭蕉扇的人仔，当然还有这个主人公悟空小侠的人仔。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这样迷你的缩小版的这个牛魔王的机甲人仔。所以它整体上的这个可玩性啊也是
非常高的。这样吧，如果你们想看的话，我下次直接把全系列全部给你们拼完，想不想看？想看的扣个一。那样的话呢，收藏价值直接就拉满。等到20年之后，等我收购乐高公司，到那个时候，如果乐高跟普通一样普及的话，那我就变成了什么乐高收藏一哥，应该算不上一哥吧？毕竟还有很多大佬，应该家里乐高比我更多吧。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不知道你们还想看我填乐高的哪个坑呢？可以弹幕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哈。这个 UP 主很宠粉的啊，说不定就真的填了呢，是不是？好了，那么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记得给我点一个小小的赞，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牛杂兵，别跑，拿命来！就凭你，拿什么跟我打？受死吧！木工小侠，你回去吧，别怪我们不留情面了。哼，召唤黄金机甲，别废话了，今天你们都别想跑！哎，黄金机甲，准备战斗！哦，驾驶舱。哦，是你逼我的，召唤烈火机甲。咻，嘟，上来吧，铁扇公主。拼！今天就跟你决一死战。哈哈哈哈哈哈！